你笑你干嘛呢？拿过来刀，我刀不够啊，不够啊！这个邻居他妈狗，人家关心，哦，兄弟人家关心，把我工厂当官，叫那个人，第三句头，当专兵电台，那是阮用性命去换来的，各位。专兵电台是安怎成立的？地下电台是安怎起来变作合法的？在阮一路拼的。哎，陈水扁教授就来讲讲，啊，可怜哦，那个阿水啊，玉水啊，李俊哦。你做全民电台的时阵哦，做地下电台哦，还敢若电流输好，敢是好听当好听有尔。啊，我拢不知停车停在路边，听你这播了，我才转去困。所以这位是我参选的记者会讲上来听我讲话。啊，我以前是徐龙书，伫个德书好路是七楼，啊去租一个房间，啊我那参照即卖咱那里客人那里，啊叫做台咱跟着做台湾的中央贵宾馆，后尾就做刘顺宏。换一个机啊，倒转来装嘞，装多啊怎发声？啊，甲我做 DJ 是一个呆呆的，啊，迄阵我了搁做伊个做伊江苏的新闻，我伫台下内面讲客座讲师，啊，伊拢客气叫我教授。啊，其实叫我唔教授，其实我是出一本黄色笑话，叫做黄教授，啊，伊拢叫我黄教授。啊，迄嘛不要紧，啊，反正我都学过双语，所以叫你去叫他拢无所谓。我就常常，阮爸爸细汉就阿讲，唔捌字。请人看，唔捌人坐位去一看，看人比看字较重要，就是讲做人比读书啊，还是做学历较重要。所以伫这个经营行业，伊就。